鸿海电动车事业开春也是有好消息，不只是延揽在日本汽车业有37年经验的大将来担任集团的电动车策略长，现在还传出说正在跟美国最大的车厂集团通用汽车来洽谈这个代工的订单。可是针对这一个合作案，鸿海是说不予置评，但是裕隆也受惠跟鸿海合作打造首款电动车，今年要量产了，再加上新店裕隆城这些利多，今天的股价直冲涨停锁市，直线加速，扬起阵阵尘土。鸿海电动车事业金兔年开春爆捷，不止延揽大将在日本汽车业有近37年经验和人脉的关润担任集团电动车策略长，还传出正在与美国最大车厂集团通用汽车洽谈代工订单。We are looking for more startup companies.Customers and as well as the traditional car OEM. 传出双方打算以晶片换代工的模式合作，也就是通用把电动车代工交给鸿海做，借以换取鸿海掌握的晶片资源，确保车用晶片不再短缺。虽然鸿海不予置评，不过市场依旧看好鸿海相关车用供应链有望跟着受惠。那个厂本来就是以前是 GM 的厂 ，GM 可能去评估一个整体的状况，就是我交给你代工，甚至我交给你设计，我可不可以加速在电动车落后的那个劣势？细长的先进头灯设计感再加分，鸿海帮忙打造的裕隆纳智捷首款纯电车 N7 也进入整车零件验证的测试阶段，预计今年第四季开始生产，手握2.5万笔订单，下半年开始贡献营收之外，还有新店裕隆城第三季开幕等利多，让裕隆兔年堪称迎来超级转机年，股价30号直冲涨停锁死78.1元。创下2011年7月以来新高，出货量就如同他现在订单量这么多，其实我三亿厂未来几年的产能预期是可以很满，本业慢慢就会开始呈现一个可能是有获利的状况。股价同样吐气扬眉的还有电动车龙头特斯拉，今年1月以来反弹狂飙57%，就是因为2022年 Q4 财报优于预期，加上执行长马斯克看好今年订单量有望冲上200万辆，一扫市场利空。只不过马斯克也坦言，中国大陆市场竞争大，未来大陆电动车公司更可能成为特斯拉最大对手。东森财经新闻吴博威、叶子晶综合报道，看盘不中断，赶快来按赞。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来喽，快点扫 QR Code 加入，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最及时的盘中资讯，最权威的投资分析，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都在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